起，霜雪不完悲与喜，飞花醉将断戈壁，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红雾展翅苍茫只须臾，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惧，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青罗观景里蜕变出浩瀚勇气，不忘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年华一笑便是灵犀高歌心万里，少年梦逐浪如城，云掌心镌刻年轮，年华未曾遇伤痕，敢闯荡才算人生，方寸剑冷峭激昂青春，他是我岁月风人，天涯凌云尽所能，是你我并肩又一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此恩身上的一扇一箫都大有来头，乃是江南段家的至宝，应该是段家的少主吧。没错，他便是段家少主段轩逸，他弟弟段轩恒前两年进入雪月城学武，这一次他应该是跟随他弟弟来参加这百花会的。看来段家这次对这个少主真是给予厚望，年纪轻轻就把这扇子和长箫传给他。此人武功也不错，继承了段家的风雅之气，江湖上有不少女子对他倾心。风雅，我看是风流。谢兄。谢兄，多年以后再次见到他，感觉如何？他似乎变了很多。一个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入深渊，如何能不变呢？可有些人，不管经历了多少事，经历了多少岁月，都不会变的。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人？比如，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哦，对了，长风兄，怎么不见令爱呢？别提了，那个野丫头啊，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不提她了。谢兄，你这次来百花会还满意吗？的确是难得的盛景啊，只可惜有美景没有美人，却是遗憾了。秀士三千，诗文满墙，这没有美人，这佳酿也变得无味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世家子弟，难道就没有一个入得了谢兄法眼的吗？能称得上美人的人，这世间可不多见呀。就像这雪月城虽大，我也只见过两个美人，第一个喜赌，第二个脾气特别大，而且他们都不来百花会。谢兄，你这句话当着他们的面去说吧。那可不敢啊。那小憨厚怎么还没来？没想到你还挺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啊。我也挺关心大师兄的终身大事，也不知道那天女蕊最近给你写信了没有。
小航，那位姑娘是你的师妹吗？她好像是没有见过，想必是来观礼的哪个世家弟子吧。哦，美人之怒瞬间倾城，是她，她的师父你也认识，齐天辰。钦天剑剑正，她是叶萧英的女儿，你们之前应该见过面。哦，原来是她。待为兄先去略上一阵。大师兄，你失手了。别说话。这江南段家的饮水诀看上去功力不浅呀。别看他们，假装不是我们做的。本来也不是我做的。你们家的大弟子我看是低估别人了。我们家的这位大弟子啊，以前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前阵子出去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呢倒是有了几分人味儿，这才没过几天怎么就学会了跟别人家争风吃醋了。这俩人谁啊？一个是大师兄唐莲，另一个是三师尊新收的弟子萧瑟。唐莲，倒是听到这个名字很久了。兄长，切莫冲动。是强者才有一战的意义。那边的唐莲师兄，据说唐门有的暗器叫天女散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知道的师兄，真是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他这一来就要把我这百花会给弄秃了。雷无邪，住手。这江南段家虽然比不上唐门雷家宝，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世家了，这长子死在这里不太好吧？不管是谁都不能死在雪月城。我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这才是真的风雅。这是若一剑舞，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上谱曰云门，若行云流水，闲庭漫步；下谱曰沙阵，杀气横行，千里可闻。这一舞想必便是云门，只是有舞无乐，似乎有些可惜了。
的确是好琴技啊。司空兄，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你要的东西，我会给你。真的？解消一用。卢剑仙，谢轩。不用顾虑我，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是我的荣幸。向北行，雪落轩辕大无锡，我欲借船向东游，绰约仙子迎风觅，我欲踏云千万里，庙堂龙吟奈我何，昆仑之巅暮日光，沧海绝境见青山，长风万里雁归来，不见天涯人不好巧啊，又见面了。虽然我不懂其中之事，不过这样的开场白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烂到令人发指。是啊，又见面了。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哟，有故人要来了，谢兄，还不快跑！哎呀，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啊！就此别过，就送你们几本书吧。哎，这个送你。这是。若一剑舞。虽然是好舞，但是杀伐之气太重了，你身体不好，不可常舞。此舞如惊鸿，所舞之时就像鸿雁在高空翱翔一样，重柔美，少杀伐。多谢先生。喏，这个送您。前辈，这是什么呀？晚来雪。这个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哦，情之动人，据说连宫里的娘娘都看哭了。啊？你学学里面的主人公，下次见面的时候，可别再说这么尴尬的话语了啊！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他说他收了一个假正经的徒弟，可是我刚才听你朗声高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这本书给你，你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我只学习了师父的武功，没有学习他的酿酒术啊。这其间的滋味啊，你自己去品吧。谢谢先生。哎呀，你应该不希望我唤你那个名字吧？但是你我终究也算是故人了。谢轩先生，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我都快想不起来那个在学堂中肆意妄为的少年郎了。外表可以骗人，但是琴声骗不了人。心中意气，琴声尽显，我很欣慰。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你不必明白，我只是很高兴我没有看错。这本书送给你，这是我自己写的，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你如果看过之后想到更好的名字，
你就自己写上吧。长风兄，有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多谢谢兄了。好了，我要走了。我才刚来，你就要走？就真的这么怕我？相见不如不见，不见如相见，眼虽不见，心已见。死书生，宋雨人。师傅，晚上好啊。刚刚我在苍山上，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这一剑不错。师傅，你夸我呢？但是，是谁允许你下山的？师傅，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再美的花，看了十几年也就看厌了，有什么好看的？哦，对了，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还真如传闻中一样，儒雅又霸气。哼，死书生。他还送了我本书，叫《晚来雪》。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啊。为什么？因为她长得好看。就这一个原因？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哼，你也倒是坦诚。师傅，我说她长得好看，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但仔细想想，我不了解她的过去，也不知道她的性格，连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也不知道。想来想去，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又或者是，她长得好看。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哎，师傅，您这么说，您被漂亮的人伤过？师傅说，这漂亮的人都会骗人，果然是真。师傅，我错。我第三次来望城山的时候，你随我下山。啊？那我便一年后再来。哎，两个月之后，我与你试剑；三年后，你便成为剑仙。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师，哎，师傅，你等等我呀！谢轩先生是你找来的？是的，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他最近正在修习一门武功，能够对你有益。我便把他邀请到雪月城，把这门武功传授给你。谢谢。你不用谢我。谢轩和你我的交情都很好，但是想要让他传授武功，仅凭这些交情是远远不够的。他的武功，只教他让他觉得能够配得上他的人。你刚刚抚琴的时候，他才做出了这个决定。看来此书真的有奇效，三言两语你便看出了一些门道。真气流转，万法通行。谢轩先生给此功法命名为流转。看来谢轩没有骗我，他说你照此功法修习三年，你的功力就可以慢慢恢复到从前的大半，再加上我的药理之术，就算胜过当年也是指日可待。
但是你要切记一点。什么？虽然他在书上没有提到，可是以你的聪明才智，你很快就会发现，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便会前功尽弃，甚至还会有性命危险。短暂的恢复到鼎盛时期吗？三年的时间其实并不长。确实，我在那客栈都待了不只有三年了。但是术法，术法，术在先，还必须要有法。什么是法？法便是你的心，身体上的病可以医治，可是内心的呢？我知道那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坚强地走出来。阿爹。哎，乾隆。阿爹，怎么不等我回来百花会便结束了？哎，你这个丫头，哎，爹喊你的时候你不理爹，现在大家都走了，你又怪我们结束得太早。哎，你这个丫头。我听说如剑仙前辈也来了，还给每个人都带了本书当礼物。我的呢？你的当然有了。来，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哇，哎，这丫头啊，怪我传授给她，她枪法太过刚猛，所以就缠着我要。阿爹。燕回，这些年你做得很好。大长老，还请有话直说。这些年，无双城从没落到重新崛起，全靠燕回你的操持。你是中兴之才，但是无双城现在需要的却是一个开疆辟土之人。哦，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对。今日起，城里的大小事情，你就不用再操劳了，交给松涛负责吧。师兄，好久不见。这无双城城主的位置，我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松涛，他没有这个资格。你说什么？松涛当年的武功便不如我，所以他才出走无双城。如今你们把他找回来，不过是因为他更容易控制，更愿意听你们的命令行事罢了。燕回，你逾矩了。我这个城主可以不做，但我要推荐一个人，我该有这个权利吧？当然。就这小子吗？就你这小毛孩也想当城主？先和我试下刀吧。确实是个小毛孩。无双。来了，师父。无双剑侠。就是你这个小屁孩。大叔，你哪位啊？叶松涛。哦，好像也没什么名气啊。你就是没什么名气，这回你没记错。无双，下面你就和你的师叔比试一场吧。倘若你赢了，你便就是无双城的城主了。好了，知道了。那就比吧。你站在那里，我们怎么比？哼，没见过世面。云霄、青霄、风霄、赵志柔、易如意，没这个大叔，好好玩了。
杀伤。你的刀叫断破，我的这柄飞剑叫杀生，也算是你来我往了。是断魂，不是断破。哦，是叶松子的断魂刀。是叶松涛。想吃松子了。燕回，你有一个好徒弟，竟能同时控制六柄飞剑，这样的天资无双城百年来也未曾见着了，但是你剑指师门长辈，太不敬了。不敬？年轻人，资质颇高，值得赞许。但是你太不把长辈放在眼里了。大长老挺厉害呀，你怎么不当城主？我老了。我倒是挺年轻，你觉得我能当城主吗？燕回，你培养了一个无双剑侠的主人。是。这样的人应该带领无双城回到真正天下无双的时候。一座城池的命运真的要压在一个孩子的肩上吗？师父，我虽然记性不好，但我才不是孩子呢，我是无双，天下无双的无双。从我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注定要坐这个位置了？师父，让个座。大胆。就算你是无双剑侠的主人，没有我们吴老的认同，这个位置你也坐不上。我还就坐上来了，怎样？大长老，你说这位置我能不能坐？参见城主。师父，我来履约了。我有三件，请君试之。好。第一件，雪月剑仙所传，月夕花尘。最后明侯拼死杀了天泉老人，自己也受了重伤，被赶到的月姬救了。三师尊，怎么了？那傻小子下山了。下山？赶紧去吧，或许还能赶得上看他最后一剑。很好，雷轰在你这个年纪剑术不如。师父，这一剑
这个图案算是接下了吧，勉强算是接下了。不过，只有这个程度的话，你接不下剩下两件。只有用这个办法了。剑回。 剑相通，能到这个地步，你们的这个师弟啊，入自在地境了。第二剑，双手剑术，其一，雷门剑客。 雷轰所传，其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名指云烟。这第二剑，请师父试之。好，为师也赐你一剑，这一剑也有一个名字，叫平地一声雷。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的第三剑，我姐姐所传。走，刺剑，你的右腿要弯一点，眼睛看前方。好，三才剑法，平刺，刺，扫，收回来。 三师尊，这是怎么回事？刚才二师尊他……韩一虽然入师门比我早一个月，但实际上他比我小四岁。他母亲是剑种传人李新月，他父亲
是雷门雷梦沙，他未入雷门，随母姓。殿下，请不要为难我们，圣上有旨，论您执意要从这里出去，那便以欺君之罪论处，我们可以先斩后奏。你们几个拦不住我，我等知道殿下武艺高强，但我们亦是无惧。若您要出去，那便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那你们便来试试。殿下且慢。殿下，你身份特殊，那法场你不能去。新月姑姑，怎么连你也拦着我？不，此事便交给我了，由我去将王爷带回来，相信我。雷门四杰，雷梦莎。萧瑟，你发什么呆呢？有些事真的是宿命。姐，这个是？这个是母亲的青龙令牌。20年前，父亲母亲保着当今圣上，杀入了平清殿。后来父亲受封成了八柱之一，远征南爵，死在了战场之上，而母亲则和其他三位不愿做官的江湖人士受封了这天启四守护的虚职。母亲列东方位，代号青龙。青龙听起来很强的样子。我曾经很讨厌这块令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块令牌害死了母亲，可她终归是母亲的义务。母亲的事，师父也不肯跟我细说，我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在我那么小的时候，把我独自一人丢在雷家堡里。那是因为母亲看惯了这天启城中的阴谋诡谲，她不希望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希望你不如回到江湖之中，自由自在的成长，远离纷争。是这样的吗？又或者是母亲可以提前就预料到那一天的到来。究竟发生了何事？母亲在位列天启四守护之后，一直尽心尽力保护皇城，直到那一年震惊天下的琅琊王谋逆案爆发。琅琊王本是国之栋梁，多次帮助北离击退南爵的入侵，乃是世人敬仰的大英雄。可他突然就入狱了，罪名则是谋反。那他到底谋反了吗？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可琅琊王自入狱之日开始就保持缄默，他没有再说过一句话，没有认罪，也没有为自己辩驳。审讯他的天启七御史中有三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可第二日都被发现死于家中。这是明德帝想让他死，所以不需要理由，甚至不需要证据，只是他被问斩法场那一日。怎么了？
新月。母亲出现了。江湖路迢迢，天外雪飘飘，冷月的滚烫云知道，命运狂滔滔，拨开岁月雾扰扰，过往空闹闹，是等待远途定酒笑，心声随静月轻渺渺，我向阳才好，生如莲不染与你吵，跋涉千万里惊涛，踏歌着浪潮，悠扬的年少，刀剑唇齿相依，肝胆相照，真情比天大，梦何惧渺小，任凭恩怨多纷扰，踏歌长啸，芳华本皆了，少年锋芒同行，天涯海角，侠义同逍遥，又持脚不寂寥，跋涉千万里惊涛，踏歌着浪潮，悠扬了年少，只想你肝胆相照，长情比天大，梦何惧渺小，任凭恩怨多纷扰，踏歌长啸，芳华本皆了，少年锋芒同行，天涯海角，侠义同逍遥，又知脚不寂寥，